嗨，大家好，我是 Enter， 欢迎您收看 Enterbox。之前我们做了九部影片，教大家手把手的认识各个电脑的零组件。那在这边我们做个分支，如果你还不了解电脑零组件的基本知识，或是你还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话，可以先去看这些内容，这九部影片，然后帮我们按个订阅。如果你已经了解电脑的知识，那我可以很放心的跟你说，通常的电脑这种东西，你只要接了上去，然后它会动，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组装电脑的自由弹性度很高，这也是电脑组装的乐趣所在。那组出一台会动的电脑，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难，但如果你想要组装的规格是配得合理的，然后组到高 CP 值，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买东西都不看价格嘛，或是你想要特别帮你的电脑组出一个风格或是一个主题，那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很多都要靠时间去累积，跟你实作的经验去累积的。我想这也是商场还有店家然后从业人员的专业所在吧。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想花时间组，可能就是看影片看过去的话也没有关系，其实大家只要互相尊重专业，然后你把组电脑这件事情交给懂的人，你信任的人，我觉得这也是社会分工的优势嘛。规格就列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如果你是对电脑组装稍有认识的人，我想你应该很快可以看出，哇，这个配单是多么的滑稽还有不合理了。不过我就是想要透过这种夸张的反差，让大众知道组电脑乐趣还有它的规范和极限大概在哪里。那你大概知道游戏的规则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尝试你认为最好的手段，然后动手组装自己的第一台电脑。那当然也不用气馁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凡人，像我们这样的凡人，很容易都还是会被限制在一个高度或是价值观。当你看到一些神级玩家的一番骚操作之后，因为你已经有基础知识，你就知道他那不是作弊或是外挂，那些真的就是靠经验累积，还有技术，还有对产品的热情，然后一些思维去突破原本这些产品设计的疆界。你当下可能会非常讶异，哇，原来电脑还可以装成这样哦。那其实这也就只有懂电脑组装的人可能看得出来，这样的玩家他们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那如果你是一般人，你可能觉得哦，那就是一台造型的电脑，就这样而已。好，扯远了。总之，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样的规格，然后看看效能的差异会怎么样。结尾也会根据这个规格，给大家一些比较符合 common sense 的配单建议。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建议的话，可以到后面去看。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聊聊 CPU 吧。CPU 我们选用的是 Intel 第十代的 i3， 这是一颗四核心八执行序的处理器。如果是一般文书的话，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足够了。那它的基础时脉是 3.6GHz， 最大频率可以到 4.3GHz。那有在关注 CPU 动向的人大概都知道， CPU 分成了 Intel 跟 AMD， 其中 Intel 目前的十代 i3 规格其实大概跟七代的 i7-7700K 规格是差不多的，那实际上它的效能差异也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当年 7700K 的时候，很多人配的显卡可能是 GTX 1080， 那过了三年，那现在的十代 i3 跟当时的 7700K 差不多，如果配上跟当年 GTX 差不多的显卡，那这样的局面又会是怎么样呢？非常值得期待。CPU cooler 方面选择的是快锐的下垂式散热器 CGRGB， 光亮的纯铜镀镍铜底可以直接跟 CPU 接触，将热透过四根导热铜管穿过57片的散热极片来做散热。那 CGRGB 薄薄一小格，其实特别适合在 ITX 这样的小机箱中，更可以发挥它散热和体积的优势。那不过我们这次用 i3 的，用这颗牙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主机板方面搭配的就比较高阶了，使用的是之前开箱过的 ASRock Z490 Pro 4。那如果你自己想要组装电脑的话，用这张主机板你可以再配好一点的 CPU， 像是 i5 啊、i7 或是 i9。那如果你是用这颗 CPU i3 的话，你可以选择便宜一点的板子，这样其实 CP 值会比较高。有一种给新手非常非常简单的建议，就是说你的 CPU 价格要高于主机板价格。那举例来说，像我们这个就是最坏的示范，你看这个 CPU 的价格比主机板还要便宜非常非常多，甚至这个主机板虽然还不知道它的，因为它还没在台湾上市，不知道它确切的价格是多少，但以猜测来讲，它可能都是这个 CPU 的两倍了，这样其实就通常不是一种很合理的配单方式。当然实际情况你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看自己对应的状况来做选择，那只是这是一个给非常非常新手的一个小小的技巧吧。以这张主机板的定位来讲，它主攻的是高阶的处理器，如果这次配个 i3 没上到 i7 也是委屈它的啦。那你可能不需要豪华的 USB 或是 2.5G 网路 WiFi 这些，那你就很适合买这样的主机板。以 ASRock Pro 4这个系列过往的定位和售价来讲，在 Z490 晶片组的前提下，它可以帮玩家省出更多的预算。那第十代的处理器它采用的是 Saki 1200， 理论上也支援未来第十一代的处理器。那它有四个机体的插槽，两个 M.2 PCIe Gen 300 Pro， 一个 M.2 2.42K 扩充网卡。如果有 Thunderbolt 3的需求呢，主机板上也备有了 TB3 的 header， 也可以透过扩充卡来安装 Thunderbolt 3。
不过 Z490 Pro 4并不具备前置的 USB 3.2 卷土 USB 10 G， 那也刚好对应到这次选择的机壳的规格。而主机板上的 10G USB 全部集中在背后，有两个 USB 3.2 卷土，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影像输出部分有一个 HDMI 和一个 VGA， 在整体设计上来说，包装采用的是黑蓝白三个颜色。不过呢，主机板本身主要是黑色和白色，加上散热滤纸型的银白色，整个主机板看起来就不会是黑压压一片，白色大概还有一半的比例。因此这次也选用了纯白色的记忆体，十全 T-Force Delta RGB DDR4 3000MHz CL16 8GB 两条，总共 16GB。Delta RGB 相较一般的普条价格才多几百块，但是多了两面好看的白色马甲，也多了 RGB， 还可以享受到超频的乐趣，其实是初阶玩家不错的选择。除了白色的记忆体，这次还选了白色的机壳 Knockflash 的 DLV22， 那黑色款的是1690，白色款是1790。比较特别的是薄荷绿还有粉色，这个就比较少见了，价格是1890，那个价格其实都不会差很多，而且有时候网购的时候或是通路都会有比较便宜的特价。那像我这种个性肯定是不会买黑色的嘛，我可能就是多花100块钱上白色的。那实际上我也有特别去看了薄荷绿还有粉色这两个颜色，实际的颜色真的是很不错，饱和度还蛮够的，上漆的状况也还蛮 OK 的。如果你想比较特别的颜色，我蛮推荐薄荷绿和粉色这两个。那黑色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和族群。那功能性上，这款机壳真的非常特别，整个主机板转90度了，然后 IO 也变成朝上，侧板的玻璃呢变成在右边，不同于市面上大多的机壳。如果你的主机在桌上，又很想把主机放在萤幕左边，那 DLV22 就是很好的选择。这个机壳打破了平常组装时的一成不变，在组装时有更多机会去考量风道和走线，这也让整个过程和组装时变得很有趣，跟平常组装 ATX 主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此外也发现一些可以乱绕线的地方，甚至可以轻松做到外接的 SATA SSD， 没想到吧。你看像这个机壳顶部，它这边有一大块的开孔，你就可以把 SATA 电源线然后还有讯号线拉出来，就可以在外面接好几颗外接 SATA SSD 了。那再来，由于主板内部的转了个方向，所有的 IO 就不是在背后，而是转到了顶部，对于有大量 IO 的人来说其实很方便。最后因为显卡呢配合 PCIe 也需要转个方向，现在显卡你不需要直立支架，直接就变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直立显卡了。我看 Darkflash 官方都还没有特别去说直立显卡这件事，我觉得我帮他想到这个说法真的是脑洞大开耶。那风扇方面，这次选用一样是 Darkflash 的 C7，那上次组装没有用过他们家的 CF8 Pro， 我觉得 CF8 Pro 的特色主要是它重量很轻，然后价格便宜，灯光饱和度很高，色彩的动画过渡也蛮顺畅的。那 C7 的亮度和饱和度跟 CF8 Pro 一样都非常高，然后但它的重量比较重，然后它的动画效果也没有这么流畅，但是无所谓，反正我只要让它衡量白光，没有要做 RGB。此外 C7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外框 LED 跟扇叶中心的 LED 是分开的，而且外框呢它是两种塑胶射出成型，所以才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加上周围的 LED 灯，它在生产的时候都只能靠手工去拉这个线，所以不管是重量还有费用，这个产品都会比较高一点。但也因为这样，它才可以做到内外可以亮出不同的 LED 的颜色。讲到显卡，这次就狠一点，给它上个 RTX 2070， 看看 CPU 效能会不会这样卡到瓶颈。这张是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2070 Mini， 是一张双风扇小张的 RTX 2070。然后 Zotac 也跟我说，他们现在全系列有搭配振兴三倍券的优惠活动，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关活动。而且下一代显卡已经即将问世了，现在你应该常会看到 Zotac 高阶卡还有甜品卡跳水特价的活动，其实蛮划算的。那 i7-7700K 的时代，很多人选择了 GTX 1080这张显卡来做搭配，而 GTX 1080理论上它的效能应该跟 RTX 2070差不多，不过 RT 它额外的优势就是它支援了光线追踪，这在一些支援 Ray Tracing 的游戏当中来讲，可以让你完全看到另外一种世界，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以我在玩的 Minecraft 来讲，哇，有光追的版本，我觉得应该要改名叫做光是神，或是我的另一个世界，这个真的有光太厉害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电源供应器，电源供应器随手就抄来一颗电脑旧电脑身上的 PSU 了，海运的 650W SSR650RM Active PF3F3，这是一颗半模组的电源，然后有 80 Plus 金牌的认证，我记得当时也是蛮高阶的电源供应器了吧，因为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买的，大概三四千块吧，也蛮不便宜的。那在今天650瓦依然是相当给力的规格，这次拿来推 RTX 2080是绝对没问题的。储存方面，之前我们有用过十全的 MP34， 觉得它的价格非常经济实惠，然后读写测试的效能也比标示的还要高了不少，因此这次想说也来用看更便宜的 MP33， 之后不管是装在桌机还是装在 USB 的外接盒， CP 值都蛮高的。
十全 MP33 512GB 官方标示速度可以达到 1800MB 的读跟 1500MB 的写，那实际测试读取呢将近了 2000MB， 写入则在 1600MB 到 1700MB 之间，比标示的还要多了 10%， 这点就跟 MP3 是非常像，很爽。如果你买回来发现哇速度变快，真的心里会觉得好像有赚到的感觉。那如果你是预算比较宽松的组装，你可以优先选择 MP34， 因为几百块钱其实多这个效能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你这几百块钱对你来说都非常非常吃紧，那 MP33 的速度对于日常使用文书来讲也非常够了，甚至对一般人来说你可能根本也感觉不到这几百块的速度差异啊。那但是散热都还是必须要顾的，在看机壳的时候，这次刚好看到 DarkDash 也新推出一个散热块，它是 DM1，它上面没有什么电路，就只是单纯的铝铁型的散热块，然后让你可以安装在2280规格的 SSD 上面，然后帮助散热。接着我们就来看到实际的效能跑分，在 Cinebench R20 当中 CPU 可以跑到2180分，那在 R15 当中则可以跑到880分出头。然后这边是 IDA64 的记忆体还有快取的测速，不过因为这个 CPU 是比较神奇的一颗 CPU 啊，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刷到这个 CPU 的型号，那速度就在这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最后我们来看到 CPU 跟 GPU 的效能，在 3DMark FlexDrive 当中得分是16986分，而在 TimeSpy 当中的话分数是7578分。然后我们用这个分数去看了一下，在 3DMark 的资料库里面基本上好像没有 i3 配2070这样的组合，好像还没有人用这个组合来跑分过。那这个分数2070的分数的确是有比平均值在低一些些啊，对吧？不管是 TimeSpy 还是 FlexDrive 分数都比平均值在低一些，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这个规格来打游戏的话，可能显卡换低阶一点的2060或是再低阶一点点的会比较符合这个效益。那如果你是想要文书机的话，就是 i3 然后配一个比较便宜的主机板，然后可以用内含显示晶片的 CPU， 这样就不用额外装一张显卡。那如果需要显卡的话，你也可以挑比较便宜的，可能像亮机卡或入门的显卡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想要装高阶一点的话，这个主机板就是不错的选择，然后你的 CPU 可以选个 i7 i9， 然后显卡也可以再选更好的，比如说2070 2080或是 DIS 版本的，或是你可以等最新出来的3000系列的显卡。那后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一些是组装过程或者是开箱的过程。那影片内容制作不易，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 Enter， 我们下期再会。